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听我念三皈依。阿舍离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、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、诸中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、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、诸中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、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、诸中中尊。请看口注525页，525页第一行，彼乘正觉的起。课题：诵行愿以求证，请看经文。佛告阿难：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，以即诵念。念老在注解里面。法藏比丘，于世间自在王如来说48愿已，48愿说完了。乃于佛前，佛以寄诵表此行愿，并请证明，以大愿真是真诚深广故，应时感得雨花动地，空中赞云，必定成佛。以上是本品的内容。我们看下面寄送啊，寄送分为5段啊，第一段超时圆满，我见超时智，彼智无上道，四愿不满足，是不成等觉。这首偈子意思深广无尽，念老注得很详细啊。我们看注解：我见超时智，我是法藏比丘自称。
见建立啊，他立这个大志。超世之住经家中颇有意见啊，超世之这一句古大德有种种不同的解释，如静音云，这是念老注解里头引用最多的，隋朝慧远法师啊，他的注解叫静音疏，前所法中求法身缘，求净土缘，明超世缘。净严大师以为康僧开的一本流通最多的啊，最普遍的光明无量愿，寿命无量愿，与诸佛称赞曰为舍法身愿，这三愿都是讲法身。光明无量第十二愿，寿命无量啊，光明无量是十三愿，寿命无量是十五愿，祝福称赞的是第十七愿，这个三愿的说法是国土清净愿、国土严师愿，这是十净土。那净言仅许此无愿，超世间愿啊，四十八愿呢，这个五愿呢是超世间，景心思同志啊，说法跟他一样，可是一起往昔等则为总之所发之四十八愿啊，不仅仅这个五愿，四十八愿愿愿都超世间。念老说后说甚是啊，后面的说法就是四十八愿愿愿都超世间。这个说法正确，真结月，这是日本的金宗祖师，他说无祖，他的祖师就是善导啊，善导大师说不可思议四十八愿，又云无碍誓愿啊，无障碍的誓愿，世人以为此四十八愿者，愿愿过土，与离与世相并耳，皆是
业力不容之见而已。这个比喻啊，是善导大师说的啊，世间人说这个四十八愿，说愿愿个别，个头就是个别啊，譬如栗子、柿子，这是水果，不相同。啊，戒是戒律不容之见而已。这是善导大师对世人的批评。啊，他们不能够融会贯通，以为愿愿都是道理。啊，前面我们学过，四十八愿，每一愿都含摄其他四十七愿，啊，四十八愿是个整体。善导大师说出里面最真实的愿有五愿，五愿真实怎么成就？是其他大愿共同成就的，啊，成就了极乐世界一真庄严，啊，这个里头以定成正觉为第一，所以大愿之后，借助这一瓶经，这瓶经用寄送写的。必成正觉啊，愿愿都是必成正觉啊，愿愿光明无量，寿命无量，诸佛称赞啊，最后生念必生。这叫超世啊，经不然，欲如一批树经，巧集成花果之叶，四根茎枝叶有别，而所制成呢，但披荆耳。这个是。古德用比喻来说啊，属四川我们这参考资料里头有简单的注解，啊，这是中国著名的织锦之一，就是丝绸啊，织成的花纹图案。因主要的产于四川蜀郡啊，就是今现在的成都啊，称之为蜀锦啊，汉语大字典也有说，原指四川生产的彩锦，后译为直发四蜀之各地所产之锦啊，通称。多用染色蜀丝制成，色彩鲜艳，质地坚韧，啊，所以是很珍贵的。四制品
那么这个东西古来就有，中国对于欧洲的贸易，这是大批啊，量很大的啊，所以这一条道路，经商的通商大道，就叫丝绸之路。中国丝绸是非常出名的，无论你里面织的是什么样的花纹啊，树木花草，它是一整批，不能在那说这是一个树叶，这是一个树枝，这是一个小鸟，给它分开来就没有意思了啊，一定要看它全图。所以不能够给你精液入室啊，虽啊精液入室把它来比喻四十八人啊，虽素有四十八，四十八人，而但是一正觉善巧所庄严，故曰无碍誓愿啊，四十八愿成就极乐世界。四十八愿就像这一批绸缎所织的花纹，有树木花草，有人物鸟兽，啊，那么这样才能够看出这一幅锦绣的庄严。下面又说，不可思议呀！四十八愿，四十八，夜夜愿皆具不可思议德故。因为每一愿都是不思议的性德所成就的。故曰相如，二无所隔，名曰无碍。这无碍的意思就是愿愿相如，一愿就是四十八愿，啊，四十八愿就是一愿，这一愿就是定成正觉啊，决定成佛了。由上可见的四十八愿互融互入，夜夜皆是超世之缘，这个解法才圆满，这个解法才恰当啊，而不是里头几拿几愿超越时间，愿愿都超时间。下面引用善导大师的话说，善导大师于法师赞中云啊，法师赞是他老人家每天的功课，功课里头有赞佛啊，其中有说弘誓多门四十八，遍标念佛
最为亲，是为夜夜之愿，习为念佛。没有因缘的，不是为了念佛的。又往生论为三种庄严入一法具。啊，三种庄严，这我们前面都学过。国土庄严，依报庄严，十七种；正报庄严，正报有佛有菩萨，佛说了八种，菩萨说了四种，总共29种庄严。如一法具，一法具者，真实智慧无为法身。这一法具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啊，全融入啊佛的名号之中。法藏菩萨大愿是三种庄严，究竟圆满了，圆如一法具，真实智慧无为法身，且以身自皆实相，故此南无阿弥陀佛一句名号，即是法身本体，即是芸芸果海。这个要知道，净土法门传得广，学的人多啊，为什么成就的人那么少？对于经义了解不多，深入更少了，不深入信心发不起来，愿心不坚固，遇到外面一点风吹草动，信心就失掉了。念佛念了一辈子，到老了，老了身体不好啊，常常有一些难免的病痛，这个时候他的心就转变了，转到去求医，把佛号就疏忽了，不知道佛号的功德比医疗的功德大多了，不能比。啊，现代科学家发现的念力的能量不可思议，他也没懂得。如果他要体会到要懂得了，他就可以专心念佛，专心念佛，他的病很快就好了，什么事都没有了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
啊，念头转到医疗上去了，医疗未必能医得好，佛也没念好，两边都失掉了，这是非常可惜。啊，应该怎么办呢？把全副精力放在阿弥陀佛上。啊，医疗这边呢，随缘，不要执着，不要去寻求。啊，寻求我们念头，那个一念念的心啊，动摇了。啊，这个损失最大。怕的是这一生不能往生呐！身体不重要啊，往生重要啊！啊，要把往生摆在第一了，这就对了。啊，什么都没有，往生这桩事情大。这一生的人生闻佛法，闻到这个法门，听到经上这么说法，这才慢慢醒过来了。啊，可是自己业障重，这也是我们必须得承认的。续世今生所造一切不善业，与一切众生结的一些冤仇，我们自己心里有数啊。那些冤亲债主不会饶过我们啊！我们有理由学佛了，天天念佛，天天回向。原谅我们的冤亲债主很多，但是还有坚持啊，不肯让步的也有啊。虽然是少数啊，它产生很大的障碍啊，给我们很多很多的麻烦，就如同疾病也是的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还是要忍受啊，还是要用这一句阿弥陀佛累积功德回向给他啊，时间久了他也会放松啊。我们对这个身体放弃了，无所谓了，他对我们就没有办法了。我们把身体看得很重，他就用身体来折磨你。你看得不重，没用处，没效果，没效果，他就不干这个事情。啊，因为折磨一个人，那个人受折磨，自己同样也受折磨。并不是只有他有苦难，自己很快乐，没这种事情。啊，有时候甚至自己受的苦难比对方受的还要多，还要严重。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六道皆是有情众生的，应该没有例外呀。啊，我们能够把心量扩大，把六道融成一体，
啊，愿一切冤亲平等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这是他们决定可以接受的。啊，经上所说的身字皆实相，身是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的音声，字是这六个字，身是实相，字也是实相。啊，那么这个业法句说的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的法身是实相啊，真实智慧是法身的离体。无为法身是讲的相啊，自信的相分，这个相我们见不到，经上所说无相无不相，啊，无不相呢是法身变的相，幻想我们见到，设法界一真庄严啊！但是这些现象的本体是无相，就是自性的离体。有智慧变的，是十宝庄严土。化身如来，有十遍的十法界一真庄严啊，十里面有燃有尽，燃里面有善有恶，它不一样。但是无论是燃尽善恶，同归也信啊！阿弥陀佛是自信，全归阿弥陀佛，这就能体会到为什么要念佛。因为一切法全归阿弥陀，念阿弥陀就是念一切法的实相。是一不是二啊！经论上讲的这么透彻，讲的这么细致。一句佛号就是法身本体，就是圆圆果海，圆满到基础了。圆圆果海是妙觉如来之所证得的境界啊，乃四十八愿之所表。故提具本愿，一切功德妙用。啊，又此名号啊，是性德之本体，修德所圆成。性德无量觉。
一切无量，畜生无尽的啊，修得之所缘成，所以要归命。要皈依，信修而得，原是无余。信修而得，佛学大字典二德条，第一个信德，这些名词术语的含义要清楚。信德是本来性具之德，是自性本具的，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，无论是佛或是众生，平等具足。啊，在佛没有多一分，在众生没有少一分，啊，所以他永远是圆满的。那么信德的核心是什么？我们去读所有宗教的经典，你就会发现一桩事情，没有一个宗教的圣贤啊，神圣不重视爱心，这个世界上拥有信徒最多的是基督教，啊，他们同一个教的，天主教、犹太教，这三个教，他们所依据的经典，就是新旧约，啊，我们称之为圣经。三个教的信徒合起来超过20多亿人，那么新旧约里头说什么？一句话啊，经文上一句话，他所说的就是神爱世人，这一句话就是这三个宗教的源远果的。啊，那么在伊斯兰教，古兰经也是一句话，真主确实是仁慈，仁慈就是爱，
在佛经里头说，也只有一句话：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那就问什么是佛法？慈悲是佛法。这样呢，我们就能把性德找到了。自性第一德就是爱。中国传统文化，它很了不起。为什么？他从性德上建立的，从父子有亲，这是真性的亲爱呀。人生百日，100天。歧路正常，你从这个小孩身上就看，看到他的真，看他的常，常是永恒不变，那什么真爱，真正的爱心。你看他对父母，他还不会说话，他懂事。你看他的眼神，看他的动作，看出他对父母的爱，那是从真性里头流出来的爱心。甚至于你细心观察，他对于一切万物，为什么？他有没有起心动念，我们不知道。至少我们能看出，他没有分别，他没有执着。他的境界里头，万法一如。所以小孩叫天真天是天然天然是真的。慢慢长大。他慢慢就受染污了，那个天真就失掉了，失掉变成什么？变成分别执着了。分别执着，它是属于六道众生的。100天那个时候，他成佛有余啊。歧路正常，我觉得人生百日，歧路正常，非常可贵这个要能保持一生不变，中国人是圣人，在佛法讲那是佛菩萨他要真正保持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对于一切众生、一切万物，如果做到不起心、不动念，他就是佛陀。所以佛陀在哪里？你生下来的时候是佛陀，你生下来的时候那是圣人，由圣人转变成凡夫。由自性里面出来的时候，以后他不回归自性，他回到三恶道去了，回到六道轮回去了。你说你冤不冤枉？性德真有，不是没有，你有过的，你保持的时间太短。那么这是三因中的正因佛性。
三因是真因、了因、缘因。啊，说明真因佛性，个个都有啊。啊，三德当中的法身德。啊，卦符里头，真因佛性，真如自性离体。啊，真如自性确实展示过的，露出来过的。啊，只是人们所忽略。无量寿经上佛很感叹地说：“信人无知，不舍道德，无有愚者，殊怪也。”没人教他，如果从这个时候父母懂得，父母在他面前做出典范，啊，对祖父母的孝敬让孩子看到了，孩子就学会了，将来肯定像他父母一样爱护他的父母，啊，孝敬他的父母。这个孩子不但好养、懂事、听话、好教，啊，将来一定成身成心。如果所学的全是正法、圣贤教诲，他将来就是圣人、贤人。啊，圣贤佛菩萨是可以做得到的，啊，因为他有心得。那么有心得呢，不能够少修德，啊，如果不修，心得了很容易迷失。现在社会出问题，不是人没有心得，人的心得照常没变。啊，修德呢，那叫大有问题了。啊，修是修成的，三因中的了因。了因佛性，三德中的般若解脱，二德是也。卦符有解释，了因佛性，佛性照了真如理智智慧。智慧是了因佛性，性具的是真因佛性，它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。
踏实，成佛，成菩萨，成圣成贤的根本，人人都有。啊，可是智慧呢，就不一样了。智慧要靠教育。啊，智从哪里来的？从清净心来的，从平等心来的。婴儿生下来，他就没有分别，他没有执着。什么样的教育能教他不执着、不分别？只有佛陀教育。所以佛陀教育是一切众生主要的教育。啊，人具有心的，出生有没有？你看小狗刚生下来，啊，三四天，他的寿命比人短，人要不教，两三岁就学会了。啊，小动物要什么有好的教育？啊，大概一个星期以后慢慢就学会了，一个星期能保持天真，我们一定要知道所有一切众生的本性是相同的，就是心得，一切众生统统有。啊，修德就不一样了，所以母亲责任非常大。中国古时候，女子的地位比男子地位高，读书的人都知道。为什么？世上社会上有没有圣贤，全靠母亲。母亲要会教，世世代代出圣贤。母亲疏忽了，人心就变坏了。啊，所以古谚语有所谓：“子不教，人心坏了。”家不齐，社会乱流。啊，这是古时候的两句成语，现在完全兑现了。那么，子谁教啊？母亲教啊。小孩的一生的根底是母亲扎的，
母亲没有把这个根扎好，以后就没有办法了。而教的时间就是3岁之前，1000天，人是1000天。这1000天当中，所有一切不善。与性德相悖的，决定不能让婴儿看到，不能让他听到，不能让他接触到。好好的看这个小孩，看3年，让他所见、所闻、所接触，全是正面。没有负面的，这个小孩就把圣贤根底扎好了。他3岁就有智慧选择，有能力判断，这是善，那是不善，这是好的，那不好，他就有。母亲把关，那对妇女能不尊重吗？你家里有没有后代？你家里能不能出人才？全靠他了。所以他被全家人尊重。古人之道所以他自动自发做出最好的榜样。所有社会上这些大人对小孩都要做出正面的榜样，就做人的道理。不管这个小孩你认不认识，他是谁家的，不管他，在孩子面前就要做出规矩，让他学习，不要让他学坏了。我这样的年龄，小时候生长在农村。农村小朋友在一起玩耍。5、6岁的时候，没有玩具，都是在旷野。我们做错事情了，行路的人看到了，把我们叫在一边，狠狠教训一顿。我们听的，大人教训就跟父母教训一样，恭恭敬敬听。家里头大人看到了，对这个人感谢。我小孩没教好，承蒙你的教育，感谢。所以他这社会是这样的，人呢不容易学坏。这在抗战之前，抗战之后慢慢的淡薄了，还是有少数了。战乱的事情，自己照自顾，顾自己都照顾不了，没有时间照顾别人。
啊，所以战争对社会破坏非常严重。啊，最严重的就是精神这一方面的破坏。比物质破坏严重多了。物质破坏能还得了原，这精神思想的破坏很不容易回头。了因是智慧，培养孩子的清净心、平等心，这是给孩子受最好的教育。西方人不知道。啊，认为小孩子玩是天真，对，天真要不加以规范，后果不堪设想，演变出孩子杀父母。啊，在学校里杀老师、杀同学，啊，这个在世界上已经不是新闻了，常常有啊，古时候没听说过，那，这是教育不相同。啊，了因还需要原因。啊，下面说原因复性。原能帮助了因。啊，圆足了因，开发真因，致一切善根功德。小乘不知此性修，啊，对于性德、修德、圆德这三种他不知道。大乘的全教十二德各立，把这个性德修德分开了。啊，大乘十教呢，十二德相继。啊，了因这个。正因跟了因融合了，圆融了，这是真智慧。啊，因为知道修德的重要，这就是智慧的来源啊，这个。教育念头啊，怎么来的？
我们回头看念老的注解，又此名号，南无阿弥陀佛，是现得之本体，修德所缘成，信修二德，缘学无余。这念佛功德多大，念佛利益无边呢。念佛的人多，知道这个事情的人太少了。因为念佛它有疑，所以这句佛号念的功夫不得了。啊，完全没有疑惑，这个佛号的功德，句句不可思议。啊，现在我们明白，48愿，完全归在一句佛号。这一句佛号又具足48愿。不但圆满具足弥陀48愿，而且还具足了阿弥陀佛从发心学佛以来无量界所积聚的功德，也都在这一句佛号当中。所以这一句佛号得到的是阿弥陀佛无量界修学功德，再加上48愿的加持，你怎么不肯念呢？你怎么还有那么多的妄念呢？还有那么多的妄想？盈科法师真的将身心世界万缘放下，一心专念的3天3夜就把阿弥陀佛念来了，没有别的，就是一个真心，真心真意。把阿弥陀佛念来了，问题全解决了。啊，3天就完成了。啊，他还有10年寿命，不要了。可知这个法门真的是容易修，难信易信，信真难。啊，淫可是悲，地狱吓到了。啊，地狱太苦了。自己造了地狱罪，怕堕地狱啊，是这么一个原因，让他一切放下了，一心去念佛。
他要没有造这个罪业，没有这种恐惧的心，这个缘就不成熟。所以造作这些恶业，对他一生来讲是大功德了。促使他放下万缘，一心正念了，正干了，给后人留下最好的榜样，证明第十八愿生念必生，无逆是恶，回谤佛法，临终之前真正能够忏悔改过，后不再造。真信真愿求往生，一念十念，佛还是来摄受，还是来戒烟。弥陀的慈悲宏愿确实是超世间的，佛事门中不舍一人，阿弥陀佛做到这一句，我们多念两遍。四十八愿，遍标念佛，愿愿皆是佛之功德。这个佛是阿弥陀佛，夜夜全心无为发生，故可习为为是发生也。祝愿互融互入，无所隔碍，夜夜愿含无量不可思议无上殊胜之愿，无有限量。后面念老说经验之，这所云四十八愿者，只是随顺众生之假名，实则本愿无量啊。又本愿之数虽无量，但究竟只有依法具也。这一句话非常重要。究竟只是一法句，究竟只是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。我们再看下面这些，至于超世之界，住家了一佛不同，超世，这两个字怎么讲法？一即法师为超生地前世间之位，这叫超世。警心未为地前设想满位，一重发现，盖君位位初地之前也。这是一个说法。善导、谭鸾等师，则
大意于世啊，善导净宗第二代祖师啊，谭鸾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大成就者。啊，具足有神通，当时人称他为神鸾。啊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后世人选祖师没有把谭鸾选上。啊，照理说他应该是三清宗祖师。啊，没把他选上。啊，他的《往生论》的注解注得非常好。啊，如谭鸾所为，法藏菩萨与世间自在王所，悟无生法忍，二十为民甚忠心啊，这就是法藏比丘在自在王那个时代啊，无生法忍。无生法忍这个地位是甚中心，此乃璎珞经中六种心的第四种。什么地位呢？舍利菩萨于此心中发四十八愿，阿弥陀佛发四十八愿，这个时候是舍利菩萨我们看璎珞经上所讲的六种心啊，我们参考资料里头有种心种别兴奋两个意思啊，种是种子，像植物的种子，它有发生的意思意义啊，它要得到土壤、水分啊、肥料。它就能生长啊，具足这些缘啊，兴呢是兴奋，兴奋是什么意思？自分不改，它是个黄豆种子，它出生肯定是黄豆，它不会变成别的植物，这叫兴奋啊，现实不改变的意思。一个人在六道里面流转，无论他到哪一道受什么样的身，他的兴奋也不改。啊，那么投胎呢是随缘，业力在支配他。大经里面跟我们讲的是原则。
没有邪术啊，跟我们说六道，天道的业因是上品是善，四无量心啊，四无量心是慈悲喜舍升天道啊，常常有这种心。行是善业道，真干常干啊，干得很彻底，真心去做，这种人生天道。中平实善的人道，没有上品人那么积极啊，那么热心，那么踏实，比他们就差一等啊。下平实善是在讲跟上平是相同的，相同为什么变成下平呢？他带着要傲慢的习气，有好胜的习气，有竞争的习气，有嫉妒的习气，有这些东西混杂在里头，他造的是上品是善啊，那么他得的果报也殊胜，修罗、罗刹、魔王啊，这些人的福报享受跟天人差不多，所以有天人之福，没有天人之德。天人是仁慈的，他们没有仁慈啊，好善，喜欢计较啊，喜欢斗争啊。罗刹修罗王有的时候享受超过天王啊，四王天桃李都不如，但是寿命到了之后多半都到地狱去了啊，有权有势有富贵的时候，他造的重业，造的些不善业啊，所以福报享尽了，恶业现前啊，都是堕地狱。所以称他的善叫下品善，是这么个意思啊。这是佛法里讲的三世愿，第一是修善，第二是享福，第三是堕落。那么璎珞经对别教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妙觉而论，这就六种心。啊，是对别教而说的。啊，我们再继续看下去。然性通六味也。啊，性通通六味。种呢，居在阴，故前之四位名种。啊，后面的两位，那叫心。
中心。舍地都属于因为到等觉妙觉，那是佛的地位我们先看第一个习中心，什么叫习中心？舍诸菩萨，这是别教，不是原教。原教的初住，等于别教的初地。不一样。那么在别教，前面这个三位都没有离开设法界，到圣中心，圣中心的时候，他才脱离十法界。习中心为摄诸菩萨研习空观，研是对理论。方法习是真干的，真干破见惑，破思惑，这叫习中心。那么这个习中心是初发心的，我们在这边看到，第一个要破见惑，破见惑呢才入门。这个实住叫发心住，他是别教大乘，二住叫智地，三住叫修行，四住叫僧规，五住叫方便具足，六住叫正心，七叫不退，八叫同真，九法王子，第十叫观顶主。这就提升到心中心，从十住提升到十行菩萨了。那我们今天要注重的就是破见思烦恼。
见思烦恼是习心造成的，不是本心。啊，完全是粗重的烦恼习气。见惑，佛把它归纳为五大类，四惑也归纳五大类。见惑是讲身见、边见、见取见。戒取见、邪见，这个五大类。四惑也分为五大类，啊，就是贪嗔痴慢疑，合起来叫见思烦恼。见惑断掉了，真虚的顽固。得位不退，三不退里头第一个得到了。啊，这个位不退呢，就是你是圣人。不会再退到凡夫地位，你没有出六道轮回，虽没有出六道，人间寿命到了，升天；天上寿命到了，再到人间来。啊，天上人间七次生死，死活断绝。啊，你看看，见惑是一次就断掉，死活很麻烦，小乘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。才断掉啊！所以思惑这个见惑，虽然它很蒙力，它容易破；思惑难破。古人所谓“藕断丝连”，啊，不容易破。由此可知，菩提道难走啊！一层一层往上提升，好不容易啊！我们连第一个阶梯都没有登上啊！所以，许许多多学教的人。学到这个地方，不学了，退转，这太难了。啊，真正破了身见，啊，破了见惑，他信心有了，啊，他会有兴趣，慢慢向上提升。啊，要真干。
破见惑不难，破四惑难。四惑是藕断丝连，有很重的习气。这种烦恼常常会起现行，贪心。遇到外面的缘，这个念头就生起来了。财色名利遇到就想占有，就想控制。这个念头一生就被烦恼卷进去了，愈陷愈深，愈迷愈苦。不知道啊，它是假的。是世尊在一生的教学，非常值得我们佩服。他真的是由浅而深，给我们说，这都是假设的，这么多的阶级，这么多的位次，一步一步向上提升。首先讲阿含。小乘讲了12年，这12年真正依照佛陀教诲去修行，都证阿罗汉。那么第二个阶段讲方等，方等8年，别教菩萨。别教菩萨，这个实性位的，就是习种性的。跟小乘声闻呢相当，小乘声闻有8个阶段，4果4相。我们今天发心学是初果相，向着初果这个目标去前进，但是没到。为什么？到达了你就证出果了。证出果就是圣人唯不退，不会再退堕到凡夫。那么证出果的人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他是圣人，他不是凡人，他生方便有余土，他不是生在凡圣同居土。这个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。凡圣同居土里面的人是从须陀洹开始，一直到十法界里面圆觉菩萨佛都住在这里头。为什么呢？没有转识成智，
这些人通通用阿赖耶，认为是自己的心，不是用真心，用妄心。虽用妄心呢，完全依照佛陀的教诲，所以学得很像。啊，设法界里面的佛，天台大师称他做相似即佛，很像佛，不是佛。那佛的标准是什么？佛的标准用真心，他用妄心。用妄心做的好像跟真心一样，不是内行的人分不出来。啊，明心见性的人知道。明心见性就比他高了。为什么？无明破了，他没破无明。所以我们修的是净土法门，一切法门没有破见惑，就是凡夫，凡夫没有不退转的，有的时候退到无间地狱，很可怕。能够升到非想非非想天，能够退堕到无间地，啊，而且这种现象很多，不是少数的例子，很多，尤其是现在的社会，啊，你细心去观察，跟佛经对比，你完全晓得。啊，我们六根接触的六尘，负面的太多了，负面的诱惑，几个人能不动心？啊，能够见如不见，听而不闻，有几个人能做到？啊，造业太容易了，起心动念就造业了，不必有身的行为。啊，菩萨戒禁，戒罪是从念头上戒罪，所以菩萨戒难止，声闻戒容易止，小乘戒论事不论心。这个人我恨他，我想杀他，但是我没杀他，就没有破这个杀戒的罪，一定要把他杀掉，这才戒罪。但是大臣不行，大臣你动心，我想杀他，已经破了杀戒了。菩萨戒难持啊。菩萨戒论心不论事，小乘戒论事不论心，好耻啊。啊，学佛小乘容易学，大乘难。
佛说的，不先学小乘，后学大乘，非佛弟子，说的非常有道理。一般人真的疏忽了。这个习仲勋我们学习不能不知道，在日常生活当中尽可能的提高警觉性，所以净宗的修学跟这一些法门全不一样。净宗是他力法门，完全仰靠佛菩萨威神加持，不是自力法门。啊，这个别教讲的完全靠自理，知道自理之难。净宗的修学就是提行佛号，方便太多了。念头才起，啊，不管念头是善是恶，善念三善道，恶念。三恶道，总而言之，都是在造轮回业。啊，自己一定要晓得，念佛往生净土，这叫敬意。我们每一天从早到晚，是敬业多，还是轮回业多？如果这一想，敬业少，轮回也多，那就麻烦了。我们的往生没有把握，没有把握，临终助念就非常重要。临终助念的那个语言，我们有没有把握遇到？很难说。能够遇到的，那都是大福报。临终有那么多人助念，不是每个人都有。所以一定要警觉到临命终时不需要人助念，自己预知时至，我这一生当中看到听到的四个没有临终助念，
地贤老和尚的徒弟锅炉匠走的时候没人知道，那是欲知时至自在往生的啊。谭虚法师在极乐寺开戒，修无法师在那里往生啊，那是欲知时至自在往生的，有十几个人帮他送，那是送他的啊，不送他也走了，自在呀！啊，40年前，佛光山隔壁有个小镇。啊，有一位在家的老居士、女居士站着往生，没人做你。啊，他走的时候不告诉任何人，告诉人怕家里人扰乱他，啊，不走，不说。啊，第四个是在美国旧金山的时候，甘老居士告诉我的，他的一个好朋友啊，往生，坐着坐的，坐在床上打坐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啊，因为老太太每一天早晨起来做家事啊，给儿子媳妇孙子准备早餐啊，这一天早晨起来啊，没人做事情啊，所以儿子媳妇觉得很奇怪，这老太太今天怎么睡着了啊，推开房门一看，坐在那个地方，叫他不答应，一看走了，不晓得是几点钟走的啊，而且把儿子媳妇孙子的孝服都做好了，放在床边上，还有衣橱交代得清清楚楚，至少3个月之前他晓得，要不然他怎么做的啊，走得真自在呀。这些人为什么能做到？没有别的，真放下了。我们今天念佛为什么这么困难？没放下了，一样都没放下了。啊，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病在什么地方，要对症下药啊。我们今天求，要像这些人一样，求个自在往生。不能有依靠，有依靠的时候，万一靠不住，怎么办？这个不能不想到。
我们看到有些人是可以有依靠的，他不要。他走得自在，他走得很干净。一点都不麻烦人，让别人给他处理后事。啊，那么最近，东北刘淑群居士的往生，法兴跟大家做个证明。他也有10年寿命，不要了。表演一个欢欢喜喜笑着走的，做到了。啊，而且时间很短。天下没有做不到的事。完全在我们自己的用心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